四个正上形呢，中间减，没有一需求，中间有句经上一句话，无一需求，就是没有道法心啊，就这样含义。要有众生骂如毁谤，打谤屠戈，苦其形体，乃至断命。菩萨要行菩萨道的时候，遇到众生打骂你、侮辱你，乃是割见你身体，乃是断的命。菩萨心能受，能够忍受，而心不动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众生的打骂，或者侮辱，或者肢解你的身体，心不动，而没有嗔恨心；对众生伤害你，你没有嗔恨心，没有反报复心。同时呢，大悲的誓愿不舍。这个例子。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为割离王肢解的身体，他没有嗔恨心，他这个大慈悲心。可怜的，他造业，完了还发愿要成佛先度他。所以佛成佛之后，先度焦陈如。焦陈如就是往世的时候割离大王。同时，这个心不退回，还有个增长，念念要增长。什么原因呢？是菩萨在一切法上入实处理，要离开，在一切法行一法，要离一切法。说咱们这个品叫处理品啊。总的说是处理，都是要心法说的啊，不是世间相，舍成就垢，对，慈悲喜舍的舍，一切都能舍，这才能证得如来的法。那这个呢，存在忍辱道。忍辱柔和的自在，这叫第五正上心。菩萨摩诃萨增上大功德，天增上功德，人增上功德，色增上功德，力增上功德，眷属增上功德。欲增上功德，王位增上功德，志在增上功德，福德增上功德，智慧增上功德，随佛成就如是功德，终不于此而生眼拙。所谓不作位，不作欲，不作财富，不着眷属。单身药方，只是需要欢喜，需求法，随法去，随法住，随法趋向，随法究竟，以法为依，以法为救，以法为贵，以法为舍，守护法，耐药法。需求法、思维法，佛子、菩萨、摩诃萨随佛具受种种的法乐，但是不做法相，远离境界相。境界相一做，境界相都着魔了，就不做相。菩萨与过去发入世心，发了什么心了呢？
当令及众生皆悉远离众魔境界。这个魔是指心说的啊，不是天魔，不是外魔，一着相就是魔。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见相起念，起念就叫执着。但说有相都是魔，住在佛境界那就不着魔了。地令正上心，嗯，这个文字都很好懂，就是说你一执着相就着魔。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魔境。嗯，这就是楞严经所讲的五十种蕴魔。但你不做五蕴，造见五蕴皆空，没有了，魔是没有了，魔没有了就是圣境了。菩萨摩诃萨为求而堕落三藐三菩提，于无量个生期间行菩萨道，精勤非懈。说菩萨为了求正等正觉，经过无量的那长时间行菩萨道，精进不退，非懈呢绝不懈怠，一念的懈怠心都没有。由爱我今十方而堕落三藐三菩提心，发的无上正等正多心，发了心了就去做，就行菩萨行。光发心不行啊，还得要去做呀，做就是行菩萨行。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没有恐怖，没有惊恐，没有畏怕，一念能够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为了众生，为了众生啊，与无量界行菩萨行，无有修习而增上心。对，说是一念疑心不起，一念退心不生。嗯，第七个增上心。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寿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七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明镜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恶行成十兆倍，适逢农历6月19观世音得道纪念日前夕，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8月4日星期五上午8点半传授八关斋戒，下午1点半礼拜大悲忏法会，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起见观音祈福法会，消灾超荐，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佛前大供，恭请法务僧众共同领众。日期8月5日到8月6日星期六日，每日上午8点30分开始恭诵大乘妙法莲华经，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为培育僧才的养成教育，担负弘法立身的使命，位于高雄市阿莲区的光德寺举行3年1次的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台湾分校净觉僧伽大学大学部第17届暨净觉佛学院学生联合毕业典礼。净觉僧伽大学大学部缘起于净心长老在得到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时，接受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校长泰梭鹏大法师的建议，并于前后派员3次勘察环境、硬体设备等。由于光德寺宽阔幽静的环境，得到校长的赞赏，而同意在光德寺设立台湾分校，并于2003年9月10日。正式举行第一届净觉僧伽大学致敬典礼。开始，众人虔诚恭迎尊贵的长老法师们入场，并在其引领下齐诵优美的三宝颂，为净觉僧伽学院毕业典礼拉开序幕。接着恭敬地于佛前点灯祈愿。典礼中，净觉僧伽大学校长本净长老勉励学子们，知识是力量，希望可以继续深造，稳定基础才会事事顺利。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台湾分校，我们净觉僧伽大学第17届以及净觉佛学院学生的联合毕业典礼，非常感谢各位长官，还有各位法师，还有各位贵宾，还有我们在场的护法居士，能够莅临参加。本人在这里代表学校各位工作同仁，向大家表示敬意，
跟感谢。我希望各位同学呢，你们毕业了，那毕业了以后能够的话，最好继续深造。所以大学不毕业的话，我们有大圣佛教思想研究所这个硕士班在深入的攻读硕士。那佛学院的毕业同学呢，你就进入这个大学部再继续攻读。目前最好都是先充实自己，我们在三藏十二部能够好好去探讨，能够去了解，基础稳固了，再配合世界上一些学说，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不管你是要自修用功，或者是你要弘法利生，就一定能够一切顺利啊，能够得心应手啊。所以来这这里面就提供这些啊，让大家作为参考啊。中国佛教会副理事长新茂法师，除了介绍与会贵宾之外，也给予毕业生中肯慈悲的开示与祝福。在修行的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逆境，那么不能灰心，要记得在间接这几年的生活师长的教导，要时常的来记起。尤其呢，我们创办的创校校长净空上人呢，他时时的来教导我们要如何的来修行。一个出家法师，除了在学问上的努力，更重要的还是要在自己的品性的修为，以及呢修行上的修持才重要。无论粗的细的都要会。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你们回去呢，工作不能分贵贱，只要常住需要我们花心，那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做祝福大家回到自己的道场呢，都能够弘法一方，利益众生，这才不会愧对我们学校的栽培。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大转法轮，广度众生。接着，毕业生欢喜接受颁发毕业证书以及各界捐赠的纪念品，净觉合唱团则代表献花祝贺，气氛相当温馨。毕业生代表致辞感谢学校的栽培。毕业生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学新开始，由衷感谢学校无私无所求的奉献，所有的千言万语化作一声谢谢。大众向恭喜。大众合唱毕业歌，祝愿他们能回喜往日，并继续前进，担荷如来家业，早成佛道。更诚愿在场所有毕业生们，将为佛法的智慧与慈悲传递到世间各个角落，大转法轮，改变世界，弘法利生，为佛教的未来开创光明灿烂的道路。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阿旃塔石窟雕刻之美。阿旃陀石窟的雕刻品可分为佛教造像与装饰艺术两种，
早期的作品由于风化残损已经很难辨认。到了中期，雕刻艺术更趋成熟，晚期则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因而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第十九窟雕刻技法纯熟，人物力量充沛，足为阿旃陀石雕佛像的杰出代表。第十九窟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属于后期肢体窟，平面呈马蹄形造型，窟外设置庭院，门外壁面及庭院侧壁有大量的浮雕装饰。以肢体窗两侧的药叉最引人注目，此二项皆带宝冠，卷发成束，面向庄严，造型显示，细节雕刻极为精致。而龙王像位于庭院右侧壁及门壁上方。在古印度，龙王与药叉同时被视为庇佑子孙繁衍的守护神，两者互位于窟门，貌似有护佑佛教绵延不绝之意。几多王朝时期的雕刻，由于受到鹿野苑造像的影响，佛像穿通肩大衣，无繁复衣纹，神情庄严沉静，展现出觉悟圣者的禅定之美。佛坐像位于大厅右壁，后方的速度波基座正面设龛，内雕立佛像，大厅和侧廊间的列柱柱身、柱头及窟顶横梁早有许多佛龛，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庄严景象。阿旃陀第二十六窟位于西段，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至六世纪上半叶，为阿旃陀石窟中规模较大的肢体窟，亦是后期洞窟的代表，以精美的雕刻著名。该窟平面呈马蹄形，窟外设门廊，窟门上方开有巨大的肢体窗，壁面雕刻华丽。屋内大厅环列立柱二十七根，隔出大厅与侧廊，列柱上雕拱掩壁，二者均布满浮雕装饰。大厅后部设速度波，椭圆形覆波上浮雕飞天，亭头上之立伞稍有损坏，基座高大，正面开龛，龛内雕一尊已坐佛，足踏莲花，龛侧雕有两圈薄衣贴体的礼佛。两侧壁栏雕有等身大小的佛像，多为三尊形式。壁面龛内诸佛皆有高肉髻，罗法浓密，面相圆满，身躯宽厚，着薄衣贴体袈裟，
体现几多王朝佛像样式。右壁有释迦牟尼佛降魔成道的浮雕，佛陀结跏趺坐，右手下垂，掌心向外，坐与愿印，场面壮观，刻画生动。位于大厅右壁的佛涅槃图，描述佛陀于万籁俱寂之夜，为弟子宣说教诲后入涅槃的情景。佛座吉祥卧，面带微笑，神态平静祥和。祖尊身长 7.27 公尺，为极多王朝样式，为印度现存最大的佛涅槃像。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